么 NONO 啦，什么 X X 啦，黑人啦，他们那些人就是得意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朱学恒啦，都是这样子。我红了，我有权势了，我就想要用这个直接来，你知道吗？大牙讲的不是99%是真的，就100%是真的。我的看法啦，我们的建州哥哥他在黑社会也是黑人老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大牙说的这样子，我很壮嘛。范范就不喜欢做那些事情，你们觉得他有可能不会对别的女的出手吗？红尘可以学一下黑人老师助教大牙吗？不是啊，你这个，所以你就是假粉嘛。姐姐妹妹一起笑，一切我们来主导，天马星空不是笑，我们青春压抑真好。同学们上课啦，欢迎我们老师黑人助教大牙，你你你你你你，呜呜呜呜。我们看黑人陈建中 MeToo 事件也没怎样啊。我常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是男生要做爱，女生也要做爱，礼貌性的询问一下，要做爱吗？那假如那个女生不要，你就不要硬来了嘛，强扭的瓜不甜嘛，因为我不懂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可能我们的黑人老大可能就是喜欢来这个口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是法律的话，如果都完全没有证据，就比如说你说哦那个男的性侵我怎么，法官会看说有没有证人，你到底有没有动机去做这件事情？那我觉得大牙是完全没有动机，因为这个12年前的事情。他跟黑人远无冤近无仇，怎么会这样忽然爆料？大牙讲的不是99%是真的，就100%是真的。我的看法啦，我们的建州哥哥他在黑社会也是黑人老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么多美眉，总有美眉愿意跟他，对不对？如大牙说的这样子，我很壮嘛。范范就不喜欢做那些事情，你们觉得他有可能不会对别的女的出手吗？之前陈建州不承认有什么看法？当然不承认啦、啊、如果是我也不承认啦、啊、如果我换位到陈建州的位置我也不会承认。不然你看会承认的都是些过气仔啦，什么 NONO 啦，什么就赖不掉的，像朱学恒啦、啊、有监视器的，不然我你能够赖的大家都会赖啦。你是陈建州，你现在是霹雳的执行长，那个篮球转播权什么广告费多少钱啦、啊、你会认哦？不是我也不认好吗？什么 NONO 啦，什么啊，黑人啊，他们那些人就是得意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朱学恒啊，都是这样子。我红了，我有权势了，我就想要用这个直接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凭良心说了，其实讲难听点，要做个爱，大家洗干净会死吗？太平洋会加盖吗？不会啊，你要有点技巧 ，technical， 直接一来，别人当然压力大啊。女生是什么样子的生物？女生都是哦，我们有一颗温柔的心，有母爱。第一步要干嘛？装可怜啊。怎么了，黑老大？那个节目组说，节目组说他们说火鸡那个房间，怎么了，黑老大？房间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房间有好多蟑螂，我不敢去住，可以跟你住一晚吗？这说明也是一种套路啊。